佛教智慧故事，千手千眼观世音。传说在古时候，有一位国王叫妙庄王，他有三个女儿，都到了出嫁的年龄。大女儿妙音和二女儿妙缘，都依父亲的安排出嫁了。 剩下三女儿妙善，说什么也不肯嫁人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看你两个姐姐，她们多幸福。孩儿不想出嫁，孩儿想出家。什么？你要出家？你是公主，出家为尼会惹百姓的议论，本王不准。孩儿心意已决，请父王成全。这，要是你执意出家， 就不再是本王的女儿，以后就不要住在王宫。请恕孩儿不能在床前尽孝，孩儿会潜心修行，以求修成正果，将来帮助父王脱离六道轮回之苦。这孩子，哎。后来，妙庄王得了重病，药食无效。 大王，您的病能够治得好？大师，快说，本王的病怎样才能治好？这大师但说无妨。这个方法就是以大王至亲之人的手和眼睛做配药，才能治疗您的病。这过于残忍了吧？此事关乎大王的生死，不如请大公主和二公主过来，问问他们的意思。好，宣他们进宫。父王。 孩儿没有了眼睛，以后还怎么相夫教子？孩儿刚刚怀孕，没有了手臂，让孩儿怎么养育孩子？请父王开恩，饶恕我们。罢了，你们退下。谢父王。大师，除此之外，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？办法倒是还有一个。 不过要碰碰运气。大师，快说！在香山上住着一位专门救度众生的仙长，要是能找到他，得他相助，或许还有机会。为了表示诚意，需要您亲自去。大王，仙长就在这香山上，我们不能陪您上去了。 要是遇到危险，您发射这支响箭，我们马上去接应您。你是香山仙长吗？孩儿不孝，让父王受苦了。你是妙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孩儿离开王宫后，一直在这里修行。哦，你桌上供奉的可是千手千眼观世音？是的，父王。 千眼代表透彻一切万法的智慧，而千手则代表种种寄生利众的方便，表示维护众生法力无边。千手千眼是用形象化的手法来显示观音的大慈大悲、智慧无边、神通广大。原来是这样，父王，你为何会来这里？这本王是来游山玩水，看到你很高兴，本王要回去了。父王，请您不要瞒着女儿。唉，实不相瞒。 本王已经病入膏肓，这次来香山是向香山仙人求医。那怎么样能够治好您的病呢？这件事不说也罢，请您告诉我。这需要至亲之人的眼睛和手做配药。本王已经愧对于你，不能再让你为了本王做出这样的牺牲了。父王的心意，孩儿明白了。请父王在这里休息一夜，明早再走。 父王，父王，妙善，你，父王，请您喝药。啊，苍天哪！求您让我的女儿再长出手眼，我愿意折寿偿还。此后，妙庄王令人在香山修建寺庙，专门侍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彰显他仁孝慈悲的美德。 南无阿弥。分。